王文清这个非常炙手可热的单元，超级对嘴王。在台湾2400万的这样的人口的国家，我们喜欢唱歌的人大概跟喜欢跨年的朋友差不多，对对不对？但是大家都喜欢。这个单元推出之后呢，喜欢对嘴的朋友比喜欢唱歌的更多了，因为他发现对嘴之后，他什么歌都可以唱了。而且呢，这个对嘴之后啊，它可以成为全民运动。哎，真的，对对。啊，我们这个单元这个推波助澜的效果太可怕。以后认识朋友了，会对几首？6首，你走开，跟我交朋友，我们20首下不来的。都这样，会对几首？好，先欢迎一下我们的2位评审。哎呦，首先欢迎呢，哦，这个艺术造诣非常非常高深的这一位，曲嘉瑞老师。应该在这，我想你的艺术造诣不在话下了，对不对？哦，还是所长来的，对不对？另外一位，介绍完所长，要介绍有一家的家长了哈。欢迎沈玉玲。人称荒谬大师、整人节目始祖沈玉玲，许多经典整人节目都是由他制作的，例如《台湾红不让》《齐天大圣》《分手擂台》等。今年转型做幕前艺人。曲嘉瑞，实践大学时尚与媒体设计研究所所长，因为个性有话直说，加上独特看法跟思考逻辑，在各大节目窜红，成为人人所熟悉的曲老师。待会你们每一位都评审，手上都有一个牌子，只要您看中他的表演，包括连同他的加分题，你认同他的就举起你的牌子。是的，最高分的可以得到我们价值5000块钱的现金支票。哎，今天的第一位，黄平，23岁，即将带来刘汉雅的歌曲《壁花小姐》。逗趣又超级可爱的壁花小姐，原唱是有趣又有智慧的阿雅。今天诠释这首歌的黄平，以特殊的造型和到位十足的表情，虏获全场焦点，错过可惜啦。从窝里趁着空档喝杯奶茶做做也好，我漫不经心，眼神一飘，冰狗正中目标。哦，他真帅气，发烧又有钱，小鹿在乱摇，等不及热恋开跑。就是那个疤。走过来，心里碎碎念着，走过来了，走过来了，朝我步步逼近。一转身却绕过我，直接走进隔壁男生厕所。原来我只是个壁花，大家都笑我。拿麦克风好不好？我还先不要听到你的声音。这个情景能够做成这样子啊，然后呢还能够劈腿 M 腿 M 的那么明显的，通常有这样的装扮 M 腿都看不太出来。对 ，M 腿准备慢板到100，哦，掌声鼓励。你这个猪八戒，你要让我们的美少女啊，终于美少女没工作了，真的是。不过我觉得哈，不错，你给我一个启发。什么启发？潘若迪有新方向。真的耶！我好喜欢他造型。你很用哎哦！你真的，我用，我的用。今天呢？用心壮。这一位才是道地的金刚芭比啊！对对对，对不对？他的肌肉每一寸，从颈部以下每一寸都有练到哦。大腿也很结实。你一天大概花多少时间在健身？没有。没见识，往前走一点点，一直推干什么？哎，对，去哪里？也回来跟我们平行好不好？
你真的没有在练身体吗？没有啊，没有啊。那你有在那是做的吗？哦，你的真的好结实。有应该是去打的吧？你就是传说中的超体了，怎么可能？成熟一点啦。你就是传说中的金刚芭比，对不对？是的，是的。你其实是学舞蹈的，对不对？对，难怪。学舞蹈就会有一个很奇妙的气质，然后还有一个很奇妙的身形，而且屁股好翘。对，对。请问你拿手的是什么样舞？中国舞。哎呦，中国舞，哦，你就学舞蹈长大的。中国舞。对。今天的加分题应该也是舞蹈啦。嗯。他还有加分题，看刚那样已经不过瘾。记得他刚刚所表演的内容，不要忘记了，因为待会要举牌的。加分题叫什么？叫做蒙古舞。蒙古的特色是什么？是在草原上奔驰的马哦，所以有一个霸气，对，是不是？对，好，黄平的蒙古舞的加分题，来，帅帅帅帅帅，帅走，不要帅走，不要帅走了。应该是骑马的动作。哎，骑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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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下马。驰骋在大漠草原。好，帅，帅惨了。刚刚你们注意到一个，他那个折角，一般我们朝天凳，他已经超越了这样。他超过他的头，对，他超过他的中心线，你知道吗？凹过来，朝天凳超过中心线了，这样子会有什么样的？他一定要被火车撞过才对。怎么会这么样的柔软？断掉过。八位艺人朋友，准备拿起你的牌子，您欣赏他的表演就准备举牌，一、二、三，举牌，一、二、三、四、五、六、七，哎，七张票，再看看两位评审给几分，一、二、三，举牌。三分四分，哦，哎，这个标准很高，三分跟四分呐，满分是五分哦。我懂，那我说出我的理由就是说，对嘴是一个大问题。我刚刚仔细看他的嘴，啊，确实很多地方是因为喘的关系，啊，所以没有对上。当然，对嘴比赛如果嘴没对上，这个基本要求没有做到的话，势必会扣分的。嗯，但是我蛮喜欢你那颗痣的，因为我觉得你一直以来觉得好像感觉很像，就是那种比较动感的蔡琴，有没有？就是有那种感觉啊，但是。舞蹈基础很好，但是我必须要强调一点，就是说大家觉得说她比阿雅还夸张，可能败笔也在这里哦。阿雅的壁画小姐她夸张，可是她有可爱感，可是我必须讲我们黄平同学呢，她是多了一点惊悚感，所以她没有办法让看人觉得啊好可爱哦，做勾住叶这样子，好，反正就哎呦哎呦哎呦想走了，对对，那蒙古舞我相信毋庸置疑啦，蒙古舞的问题是完全是没有什么好挑剔的，哎，嗯哼，哦，无可挑剔，嗯，来，徐嘉瑞老师你给四分，对啊，我其实我第一个表演题的时候我分数比较低耶，我只有给你大概两分到三分，是，就是我就觉得说你好像头就左右，手又上下，脚又前后，嘴又尖尖，我整个都昏了，然后你有0.00001秒的 delay。我不知道，我觉得你太音图全身的表演，以至于你忘了今天的中心主轴是你要对嘴唱。然后我在看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说，我怎么感觉好像是一个跨越时空的一个店小二来扮成二零一四年的那个搭档？你知道我当时我写的嘛？我说跨越时空客栈店，评剧里面客栈店小二乱酷的，来变跨到二十一世纪的 Lady Gaga。果然后来你说你的主要是蒙古舞是中国舞，所以我觉得你有很多东方元素在里面，所以 OK， 我就期待你下一个。你第一个是女儿身，我想说，那我来看一个男儿身。那你的加分题里面，我觉得非常非常棒，因为你身手矫捷之外，你又翻又踢又劈又软又硬又快又慢又收又放，你什么都做到。哇！对，所以我就从两分我就加到四分，你知道吗？我觉得你屈嘉瑞啊。他被你称赞成这样的，没有五分啊！你把他丢优点减成。哎，我本来是两分呢，我已经。
笑死。你不要生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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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生气。跨越时空的店小二，字都快掉下来。一个跨越时空的店小二就只能得两分。而且重点是，他那时候这个蝴蝶结要掉了，他也从容不迫的就融入在舞蹈里，因为你要有机智的反应。他没有被干扰，当时没有被干扰到。对对对，他才这样把它拿起来这样。对啊，像很多人那个。一掉嘛，他就对，会紧张一下，会伸舌头，他完全都没。很明显的，他的表演经验是丰富的，是的，也经常表演。哎啊，跨越时空的垫脚二，你还真称职啊，小二，你唱大花脸绝对称职。那个现在没事嘛，就帮我准备啊两斤白干啊，好去啊，好，精彩的表现，谢谢黄冰冰。好，精彩的表演，进行今天的第二组。哎，27岁的徐纯根先生。带来的表演是周杰伦的《水手》。水，叱咤歌坛的亚洲小天王周杰伦的新歌《水手怕水》，徐纯根把这首嘻哈饶舌以及 beatbox 曲风特色完全表现出来，夸张的表情精彩绝伦喽！带枪哥吧，叫我水手。陈根才27岁啊，应该已经是个社会青年了，对不对？是是是是是，怎么又变小哥了？请问一下，徐陈根平常都在哪边上班呢？大家久等了。平常就是做什么工作的？表演工作者。你就是表演工作的？是是是。刚那首很难对，对，很快，多快啊！我相信黄登辉都不敢玩这首歌。哇，太快了，太快了，对不对？没办法，这首歌不输你上次的印度歌啊。这个要练很久了。不瞒大家说，我那个 iTunes 有没有？他看过一次，他就一次一二三四，已经破百了，不好意思。我今天为了练这首歌，练到破百了。对对对对对，看到没有？真不容易啊，真的。好，那今天对姐唱这首歌，哎，稍微难度低一点，可是你不好表现。哎，来加分题叫什么？垃圾。OK。哇，这也难哎。再活泼一点呢。垃圾。好了，我相信对很多渴望爱情的朋友，垃圾你已经久等了。哎，来，久等了。请了。Yeah.
你这个垃圾拉他什么东西拉成这样？那个被姥姥拉的，误了，被那个倩女幽魂的姥姥拉的嘞。哇塞，好可爱！谢谢谢谢。我们看大家喜不喜欢你的表演，准备举牌，一、二、三，举牌，一、二、三、四、五、六、七，恭喜全员举牌。举牌没举的？没有，我前面第一首那个周杰伦的《水手怕水》，我本来还不想举的，我觉得垃圾有大加分。对，我也是。加分有大加分，我渴望这样拉的。他没有没有，他整个有融入。垃圾垃圾，你想死啦？很累耶，拿那么快。因为他从男女生唱，男生唱 DJ， 他有转换，他有融入在里面。好，来那个洪登辉，其实他除了垃圾那边很精彩。大家没有注意到他前面那个水手的时候啊，他不止模仿周杰伦，他连周杰伦里面的小虾都模仿。对，刚才这也是《四零怀秋》《艾莎》，他也都模仿。对对，每次都是一直在切换，一直在切换，一直在切换，很厉害。来看看评审给多少分，刚才是满贯哦，好不好？两位评审来，请举牌。怎么这样呢？小蛐蛐，你给三分，你先换，你先说。小蛐蛐，如果给三分，我跟你讲，其实刚刚那个这边已经讲，就是你走出来的时候，你说你要唱个周杰伦，但是我以为是 Eason 出来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大问题啊。就是你我整场我就一直觉得是陈奕迅在唱歌，我就没有办法。然后我觉得你非常非常的臭屁，你是我见过史上最不准的对嘴。对，最不准的那个对嘴的水手啊，然后可是你非常搞笑，你非常幽默，你喜感百分百，但是你虽然你的肢体僵硬，但是你的臀部够翘，所以又可以加一点分数。然后你又很喜欢，我觉得你真的是我见过最不好笑的一个人。可是但是呢，天生可是你很聪明，你知道你多聪明吗？你选了我们大家最耳熟能详的歌，我们知道这些歌，我们都笑。任何人来唱都会好笑，你叫导播、摄影师、大哥上来唱，都会笑，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觉得你聪明就在这里。评审，好狠！这是第一个，而且第一首歌表演题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最重要是，你好像很嗨，在转一个圈，最后最重要那个虚，你竟然就没有对上，这是大败笔，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说哪一首歌？就第一首那个周杰伦的虚，他就他太嗨，他转了一个圈的时候，对对的，我觉得那是大败笔，不准。然后。唯一可以给你三分，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你挑战自我的决心是三分。OK， 那我们回到了这个加分题，我一看到那个猥亵的表情，我就没有办法忍。学术单位啊，我就觉得不论你唱什么都这么猥亵，我若现在放国歌你可能也是这样子哦。然后你是完全属于自嗨型的一个人，然后你我觉得你强项是你喜欢一个人分饰多角，然后可是我觉得你的资质不足，但是你又没有自知之明，所以其实是很复杂的一个人哈。然后我觉得你非常有原创，你非常有创意，但是你练习又缺乏，我觉得你完全不够虚心，你就来耍我们的。所以我本来想给你两分哦，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说大家会笑，就好像是班上你最好笑的那个同学，他只要他站上来就好笑。可是你如果叫我真正的给你分数，我不可能给你这么高分的。我觉得你今天是你可能有五分的天分，但是你并没有努力。如果你努力的话，我现在给你200分。努力的还不够啊，那个曲老师，你刚刚来的这条路上有发生什么事？心情不好吗？你不是要我？我觉得是谁？小俊杰，谁？小聪在哪里？徐嘉瑞，聪在哪里？小聪在哪里？兄弟，都来抚慰兄弟，你还没有逃离危险，还没有。不是要很认真的评吗？其实就我的专业，好认真哦。对对对，其实屈老师啊，我其实根本怀疑他有欠你房租的。OK， 表现的真的不错，非常精彩，徐纯根的表演。哎，谢谢，谢谢。接下来呢，好戏连台，继续看到我们今天的第三组的表演。他们是一个团体，基本上平均年纪只有18岁。哎呦，他唱的是更是我们许多人的偶像。哎呦，最近呢这两年疯狂崛起的 The Girls Generation 少女时代。哎呦，我的妈呀，他的非常精彩的表演 The Boys。
八字平均十八岁的可爱男孩，以精湛的舞蹈跟200%的娇媚，完全抓住少女时代的可爱性感的特色，让人想把他们全部打包回家。是哟是哟，Oh my god，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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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负责讲话？首先告诉我，你们这一票里面最骚的是谁？应该大家都很骚吧，应该都比赢后面那些吧。哎呀，不爽，不爽啊！快点啊！你们被比下去了，来，谁最骚的跳出来，快点！都没有，跳一个出来，快点！五个，出来了，出来了，五个，来出来了，出来了，尬舞尬舞，站中间。是洗几杯的歌，好认真，中间，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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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 ，OK， 哎呦哎呦，那个对不起，刚刚请到那个金刚芭比出来，我刚以为他们出来比壮的，你知道？不过时代变了。我好奇的是，这一支舞，你们听说有一个团体的名称呢？啊，来一起哦！一二三，大家好，我们是彩虹时代。彩虹时代，最近从少女时代走红了以后啊，有平成时代了啊。对，有平成时代，日本的有一些几个男生一起跳的啊。基本上这样的组合太奇妙了，我很好奇，这刚刚这支，这个 boy 练多久？我们练不到一个月，练不到一个月，厉害！练舞都在哪里练？我们自己在捷运站地下街啊，都很辛苦。我们还要给大家看，他们指指点点，哎呦，那群男生。不会的，很棒啊！他们看不懂而已。来，我希望他们做一件事情，来，你们站一排，每一个人都对着二号机做出你认为最放电的表情，最辣、最哈，有没有？可以吗？拜拜，可以吗？预备，你先开始哦，预备 ，Go。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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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得好开心啊！哎呀，重准备！天哪！你们这样的表现，会不会让他觉得你们的性向其实是很中太中性？没事，我们呢，我们没事都举着我们的彩虹旗，没事。对啊，彩虹时代。我如果生在现在这个年代，我也会跟他们在一起跳舞。对，哦，一样。我跟你讲，你一定是团长，真的。哎，而且我把彩虹刺在身上。你喜欢他们的表演吗？准备，一、二、三，进去吧。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张票，恭喜！再看看两位评审给几分，请举牌。哇，屈嘉瑞现在怎么样？他们有自知之明了，是吧？啊，你压轴说，谁与你先来？他们虽然是素人团哦，但是表现相当的职业水准啊。不过大家看，如果不是因为他们跳少女时代，感觉他们应该是跳 Super Junior 才对。好，但是这个少女时代一跳下去呢，果然刚才觉得说，他们就是应该跳少女时代。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啊，那个前奏，然后音那个。第一个自己唱的时候，他们是全部整齐的，哦，你感觉上一个沉睡千年的一个尸体，哦，突然尸体，是狮子还是尸体？狮子，沉睡的狮子，不是狮子，突然复活过来这样子。然后如果当然可以重播的话，可以看到他们很多很细腻的动作，他们那个眼神忽而娇羞，忽而可爱，好，那那个转变哦，那个非常的流畅，好，你就感觉哦，感觉上就是有。那个女生的灵魂住在他们的身体里面，好，他们表现得非常的称职，非常的得当。但是我搞不懂为什么康哥一直在笑。康哥好兴奋，我觉得你被感动了，真的被感动了。老实讲，如果我在他们这个年代，我也愿意加入他们。喜欢你的坦白。刚才那个徐同学是不是啊？对，练那个水手怕水的那个，他说的他在那个iTunes 上面点这首歌，重复听已经超过几百次。对，他们绝对不在话下。对，上千次了。我相信少女时代他们搞不好已经换了几张 CD 了，都已经听坏掉了。对啊，好了，另外一位来给满分，首次见到给满分的徐嘉瑞。我觉得一个好的演出那个开场很重要，因为我刚刚坐在这边，你知道他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了，他们本来都没有动，突然一动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揪了一下。哎，揪了一下，对，就这样揪了一下，就突然间我就觉得说，天啊，是揪还是揪咪？揪一下，很可爱，揪咪啊，会会来，我们揪咪一起做好不好？一二三，揪咪。哎，我真的，我真的应该跟你们在一起啊！我讲个揪咪，我没有讲过揪咪，我的反应这么大，这么大的回响，我好高兴。真的不是，你知道当我这样揪一下的时候，我抬起头来，我一看，我说天哪，八个小男孩哎。我都觉得我比你们 man 太多了，我都自叹不如，你知道吗？那是，老夫自知之明。徐嘉瑞，我打个岔，你要不是那一头漂亮的长发跟你身漂亮的身材，其实你根本就是个男的，其实对。觉得说很难到哪里去找一个团体哦，然后这八个团员，每个团员能够有展现出不同的一个个性，没有人重复哦。你知道一号他好 sweet， 二号好美，三号好 cute， 四号好懒好扭，五号好艳，六号好坏，七号好娇好电，八号好漂亮，那我就受不了了，你知道吗？然后我你知道，其实我跟白鹿评委一样，我刚刚一边看一边写，你知道我写什么？我写我要带 KK 回家。为什么你也注意到 KK？ 我不知道，就他整个人那个小牙口加起来都让我受不了。对，我也是，我跟你一模一样，是不是？是不是？徐嘉瑞，就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也开心起来了。谁能把我带到十七岁，我就给五分。哎呦，曲贝贝讲的真好。去妹妹好了 ，KK 跟他回家好了。今天晚上辛苦一点，没有白鹿要跟我抢哦。太精彩了，这组分数真的非常的高。再次谢彩虹时代，谢谢。来，好，最后一组了。今年22岁的周君祥先生带来的是 Justin Bieber 的 Baby。今天周君祥诠释宝贝男孩小贾斯汀的点播冠军歌曲 Baby， 每个细节都很有戏，跟砖块完美的搭配，千万别错过喽。哎呦哎呦，是有是有，很屌，有味道有味道，那个脸好像
first love. There was nobody that compared to my baby, and nobody came between us, no could ever come above. She had me going crazy. Oh, I was starstruck. She woke me up daily. Don't need no Starbucks. She made my heart pound. I skip a beat when I see her in the street and at school on the playground. But I really wanna see her on the weekend. She knows she got me dazing, cause she was so amazing, and now my heart is breaking.你还要继续吗？哦，没有了，没有了。哦，好有戏哦，很爱演戏。周先生啊，好有戏，还好吗？来，请到前面。其实这个演完了，给我们一个筛影啊，每次演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去走进。对，知道了，学长。哎，不要碰人家朋友啊！是，难怪我刚刚就感觉一股好亲切的感觉，而且，哎呦，觉得你好优秀，我怎么会这么差呀？你少来少来，你不是复兴剧校的，你不是特技杂耍科的，好不好？他不是复兴剧校的。嗯，他们现在是副，他们是戏剧系，戏剧专科不是吗？台湾戏，你这不是戏专吗？对啊，是戏专呢，是我们需要改，合在一起了，楼两个就像他我那样。哎，这不用了，谢谢。垃圾男，不用。周君祥，冷静。哇，这个他实在是太厉害了！刚这一段，你看融合了自己的专长和强项。是的，大家看的有点哦，瞠目结舌了。是的。好，看一下我们，你喜欢他的表演吗？请举牌，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五个灯，六个灯。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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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变快，你被他传染哦。来，干嘛你自己？王琦，你先说，我相信你可能是大陆看多了是吧？对，对，这样的表演，我觉得就是在我们内地来讲的话，很一般，比较一般的表演，一般般，就是很一般的表演。好，看一下两位评审给几分？来，请给分。三分的，三分的，五分。哇哦，哇哦，来，你们两个真不同调，真的。谁与您先说来？老实讲，一出来的时候表现很不错的哈，虽然你跟那个小贾斯汀的长相哈是天差地别的哈，可是你一张嘴的时候，真的还以为是就是你唱的，因为你那个嘴型真好。可是就诚如那个客板所讲的哦。一开始看来不错，可是越看越讨厌。然后我在想，为什么这个人会越看越讨厌啊？这个就是所谓的观众缘。你呢，表现得太，其实这也是有点古怪了哈。应该说太有自信啊。可是太有自信又有什么不对呢？太有自信如果发生在逞逞在康哥身上是对的。可是因为你是一个素人，那观众对素人的感觉哦，他希望说带点声色感也好，好他带点一种可爱感也好，专注。对。可是你变成又太还是怎么讲？还是太流里流气，太油条了啊。包括你刚刚啊那个康哥在访问你说啊学长啊等等啊这种哦，主要是给一般人感觉都不好，好攀亲带故的啊，而且老实讲这种梗明明也不好笑，亏那个康哥还有办法配合你，为什么？因为每次都要上演同样的戏嘛，很配合。所以呢，确实啊，因为这个庄头啊，那个不止说那个内地很多人啊，其实台湾也很多人，庆菜好像都会这几个字，内地人庆菜，所以真的还蛮不太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哎哎哎。哦，来，屈家的给人满分的原因，对呀，我觉得很棒啊，尤其他做好多事情，他要对嘴，他要演绎，他要杂耍，他肢体要律动，他还有节奏，有韵律，有速度，有冲突性。什么冲突？他是现代男儿，唱西洋贾斯汀最 popular 的音乐，穿西装玩杂耍，疯了，整个是分裂人格，二十四种人格在我的眼前，我太喜欢了，就一个字可以形容，就叫屌。我告诉你哦，你可以臭屁，那个徐纯根不能臭屁，你绝对有臭屁的资格。OK， 前面那个姓徐，他不能臭屁。是，而且是这一组，第一首交给他听啊。而且他爸爸也在。真的吗？真的吗？没有，而且重点是我的眼睛完全跟不上你的表演，我觉得太好，因为我不知道我要看哪里，我要看嘴巴，看你的眼睛，看你的肢体，看你的腿，还是看你丢这个。然后当然有时候不经意他丢地上错的时候，你还能跟他对眼，我觉得太棒了，我太喜欢了。我不管你内地有没有看过，我在台湾我就没看过这种这么不专业，我就没看过，还能穿西装表演，我更没看过。而且呢，他整个根本就快很久，叫秒杀，你知道吗？就叫秒杀，没有就没有了，就这样，我太喜欢了。好，非常精彩的周君祥的表演，谢谢，谢谢。
谁是我们今天分数最高，能夺得我们今天5000块钱现金支票的那一组？张武，总分全部是满分18分。哎，今天的第一名正式得到16分的高分，高，只被扣了2分。哎呀，恭喜彩虹时代，恭喜！来，恭喜得到我们的新台币5000元的现金支票，来，恭喜你们！今天的表演呢都很精彩啦，你们的热爱表演，你们的能量，其实观众都感受到了，每组真的都很棒，太棒！你们今天丰富了我们这个单元，能够让我们超级对嘴王成为台湾最受欢迎的单元，在这边我跟陀陀康向各位致敬，非常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也谢谢我们的今天精彩的评审，也谢谢我们所有的艺人，谢谢，谢谢，欢迎各位朋友收看更精彩好看的综艺大本营。